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bbie 罗俊恩，大家 Happy New Year 啊！希望2020年大家都身体健康，继续搵多啲。识咗 Shelfie 先嘅 ，Shelfie 同 Wilson 都系我嘅好朋友。Shelfie 我谂都识咗七八年啦，真系超耐时间。咁我哋又一起做 modeling 嘅 job 啊，司仪啊，一起出活动啦。跟住我哋又一起做舞台剧咧，系饰演同一个角色郭丽允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又上堂嘅时候成日都交流心得，就同佢好 friend 啦。跟住 Wilson 咧。就是一個超型仔啦，咁我哋係喺舞台劇裏面度認識嘅，佢就係一個武打嘅師傅啦，同埋佢咧佢個外形同佢自己本身嘅性格咧係有反差噶，因為你會見到佢好型啦，好 strong， 但係咧其實佢人係好温柔、好細心嘅，係啦。導師咧我哋就傾緊，因為其實 Wilson 咧之前都有邀請我一齊過嚟學校度一齊教啦，咁我會教啲咩咧？我就係教禮儀啊、catwalk 啊、啲 modeling 嘅嘢嘅，因為其實我以往都有喺 ConU 啊，或者係喺出面 Ivy 啊，都係有教一啲禮儀嘅嘢噶啦。同埋如果有同學仔咧想 interview 嘅技巧嘅話咧，我都係會教佢哋一啲呢啲上面嘅嘢嘅。所以嚟緊就睇下同 Shelfie 同埋 Wilson 會唔會有機會合作啦。咁當然 as a friend 今日嚟咧係支持佢哋嘅，希望佢哋咧生意興隆，可以繼續桃李滿門啦。都 OK 啦，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訓練過啦，因為我都係選美出身啦，又係國際旅遊小姐，咁所以其實喺無論喺香港或者喺外地咧，我都有接受過模特兒嘅訓練或者係禮儀嘅訓練嘅，咁所以希望我都可以將我嘅經驗分享俾大家。其實咧，我一路都 keep 住喺電視電影圈度發展嘅，咁都有會拍電視劇啦。咁例如可能大家如果睇 TVB 嘅話，我回家就會成日見到我啦。跟住嚟緊四月咧，我都會有一個舞台劇嘅。咁今次咧就人才仔仔啊，有成十幾廿個人一齊啦，就係、是、戀上十二星座，會喺四月尾度一齊到去做嘅。咁當中亦都有我嘅好朋友啦 ，Lydia 唐佩斯啦。好，多謝曬。